华人的婚礼啦，白酒哦 ，Let's go， 给你们看一下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是怎么结婚的，他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，应该跟上海有很大的差别的。我老公呢，他早上就已经去过一轮了，然后现在回来接我跟乔治去参加晚上的婚礼。他们早上呢是去做兄弟，这个也是跟上海不一样的，上海没有什么兄弟啊姐妹那些的，只有伴郎和伴娘。然后他们是4:30新娘就要开始化妆了，6:00摄影师到达，6:30新郎出门迎亲，7:15到女方家里，都好早呀。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是睡就睡到10:00了，10:00才起来，然后7:30开始玩游戏，早上7:30哦开始玩游戏，7:50接新娘，8:10新人拜天地，8:30敬茶，8:50拍全家福，9:10回到男生的家里，9:50新人再拜天地，然后10:00敬茶，10:30拍全家福，11:00进新房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早上的仪式了。好像我们上海结婚的话是睡醒了，然后化妆师过来给我们化个妆，然后就在那边拍拍照呀什么的，然后好像也没什么仪式哦，然后就一直到下午直接去酒店了，给小乔治也穿戴整齐了，人模人样的，帅不帅呀你自己？帅吗？还是不帅？帅呀。要跟观众朋友讲嗨吗？不要讲啊、哦、嗨呀，手手在这里呢，嗨。怎么啦？很紧啊？会很紧吗？还有一个马来西亚这边办婚礼跟上海不一样的呢，是在上海伴郎伴娘是不需要给新人红包的，而是新人要给伴郎伴娘红包。可是马来西亚这边不是，好像我老公他是早上就有去嘛，可是他晚上也是要给新人红包的。这边结婚呢也是一样要给新人红包，家里找了半天只找到新年快乐的红包封。然后红包的标准呢，我们也是按照上海的标准来的，因为不知道马来西亚这边通常包多少，听他们讲说包100块，感觉100块有点太少了。到了沙登的这个，哎呦，太难停车了，然后停在水里面，这里都有车位，你看，我们停在水里，然后我的脚全部都是泥土，整个脚你看后面全部都是，我的脸上也都是。我们到了，今天好像有好几个白酒的，这边不是，在前面里面，里面才是，楼下还有。坐在这边，这个是喜糖的包装，可以啊，你来打开吧。这个是今天的菜单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，一共10道菜。要跟新郎新娘拍照啦，嗨，观众朋友应该都见过吧，这是乔治奶奶，哪里摄影师在拍照，棉花糖，给乔治拿个小棉花糖，这两个是花童，还有新郎的妈妈，红色衣服的，这跟爸爸在那边等着棉花糖，好，新郎跟新娘在这边等着要进来，
好，好啦，拿到棉花糖啦。Gracias.
这边路上搞一个四条，哎呀，完了呀！你看看，要干嘛分析？没错，分析。刚变就登啊！有今晚的晚宴呢，順利的進行啦嚇。OK， 招呼人哪一個咧？我忘記講了，這位是伴郎。你今天不是伴郎嘛？什麼？你今天不是伴郎嘛？伴郎不用上去嗎？不用上去的。馬來西亞這邊伴郎是不用陪着新郎喝酒的，这个也是。我要摇啊摇啊，休息台先啦哈。啊，一份地中生呀。啊，这边是全部的亲戚都要叫上去。叫东都玉皇鲍鱼雕。这是什么来的？里面我给你吃啊。里面是什么？玉米。玉米。玉米，玉米。加工玉。牛仔继续喝。一三一百。好啊。面试的时候见到你，
然后你那个傻逼一样的粉红色的头发吸引了我，让我深深的记住了你。行了，好棒的男孩，老婆我来了，来我来啦，来我是十个，我来了，还看可以吗？四五，哎呦，OK， 走了，走了。